吃螃蟹不能吃什么？螃蟹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富含各种营养元素。螃蟹不能和什么一起吃呢？一、柿子。蟹肉中富含蛋白质，而柿子中含有大量的鞣酸，这两样物质会互相发生反应，形成蛋白质凝固成块状物，我们的胃很难消化。二、浓茶。吃螃蟹时最适合喝温黄酒，吃螃蟹前后最好不要饮茶，因为蟹脚、蟹腮带有细菌，喝酒饮醋可以杀死它们。我们的胃液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，但喝了茶水之后会将胃液冲淡，杀菌效果会降低。三、梨、冰水、雪糕等寒凉食物与寒性的螃蟹同食，会导致伤脾胃，严重的还会导致腹泻、肠胃紊乱。四、羊肉、泥鳅、狗肉，羊肉性味甘热，而螃蟹性寒，二者同食后，不仅大大减低了羊肉的温补作用，另外对螃蟹有过敏史或者对海鲜过敏的人，也最好别吃螃蟹。